在你真知道为什么要信神吗？你真知道神的做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吗？你真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吗？你真知道神的见证是什么吗？你只是信神，但却在你身上看不见神的荣耀，看不见神的见证。那你是神早已淘汰的对象，那你是神早已淘汰的对象。对于那些什么都明白的人，更是神眼中的刺。在神的家中，尽是神的绊脚石。是神做工中将要养尽的败子，毫无一点用处，没有一点分量，早被神厌责。但是那些毫无见证的人，神的愤怒常在他身上，神的刑杖永不离开他，神的刑杖永不离开他。神早将其交在了恶者手中，根本没有神的一点祝福。他们的刑罚比那愚顽的妇人更重，现在神只是做神分内的工作，将所有的麦子都捆起来，连同那败子也都捆在其中，这就是神现在的工作。当神扬长之时，将这些败子都扬尽，之后将埋力归入仓内，将那扬出来的败子放在火里焚烧成灰，放在火里焚烧成灰。现在神的工作仅是将所有的人都打成捆，即彻底征服，之后再开始扬长，一边显明所有人的结局，一边显明所有人的结局。所以你当知道你现在该怎么满足神，当怎样进入新神的正轨。神要的是你现在的忠心与顺服，现在的爱心与见证。即使你现在不知什么叫见证，不知什么叫爱心，但你还是应该将你的一切都交出来，将你唯一宝贝的忠心与顺服交在神的手中，交在神的
手中。